亲爱的小朋友晚安，我是小恩姐姐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爸爸的话，一起来向他祷告。约翰福音15章1到4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我们要上学就必须到学校里面，要买东西就要到商店里面。那我们要如何常在神的里面呢？祷告是寻求神的第一步，可以让我们很专心的感觉神的同在和他的心意。赞美能使我们不被环境影响，只专心注意到神的美好而拥有喜乐的心。赞美和祷告就像是进到神里面的入场券，烦闷的心情能转为喜乐，负面的思想能转为感谢的言语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，他也喜爱我们的赞美，所以让我们养成祷告与赞美的好习惯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时常在主里面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不只是住在一起，还是要住在你的里面。我要用赞美和祷告与你亲近，将你时时放在我的心里，让我充满温暖和喜乐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